啊，委员好，主位好。<是>几个问题跟你讨教。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后啊，是对我们两岸的情势，嗯、会不会有哪一些影响？呃，我想今天早上我也跟很多委员报告很多了，说我们现在从呃一般的资讯看来，呃，川普是比较单边独断主义，那拜登是多边主义的。 所以他们川普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拜登是打群架的。就北京来讲，打群架哈、喔、不见得好应付了，坦白讲。所以这个美中关系会怎么发展，其实没办法跳脱所谓美中已经进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结构了。那战术上是否不,不一样啊？那这个不一样的战术是不是对中国大陆、对北京的领导人有有益？这个事实有待观察。但是另外一点。 美中关系当然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可是两岸关系里面，就北京的对台政策有它的一致性，不会因为美国的总统是谁而有变动。特别在二零一九，那么习近平的十五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案。所以，诸认为谁当总统对两岸关系影响不大？对，习近平会继续推动他的对台的这个政策。哦，十五条，那个是大方向了。对，你认为影响不大？那我要问你啊，假设影响不大？ 那为什么蔡政府先前要重压这个这个川普？这是這個前后矛盾啊這！这是委员的解读啊！我,們我不认为不这样子、啊、大家眼睛闭起来就知道政府重要川普了，你不要闭着眼,<間>眼睛了眼睛闭起来看不见真相啊！你不要你不要在瞎扯了啊！来，再请教你外界认为说，拜登上啊，两岸的危险的危机会大幅降低，您的看法？我想我刚刚讲过了，就是。 北京的对台政策不会因为谁当选而有改变啦、啊，你认为都不会影响啊？他的一国两制，只有你的看法诶诸位，只有你大胆说、哦，不管谁当总统，对两岸关系影响几乎没有影响诶、欸、他的对台政策，他的对台政策会继续推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你要讲，你要讲说两岸关系会受到中美关系影响，你不前后矛盾？嗨，诸位没有没有，我讲的是他的对台政策不会改变嘛。 但是我们要有料敌从宽去应付，因为这个客观的验证技术就变成我们应对的應前后矛盾了。我只跟你讲嘛，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拜登上来之后，外界认为说两岸维危机大无降低，这个会不会发生，或者是,不是事实嘛？我要讲的还是我们要料敌从宽。 北京的对台政策“一国两制”台湾会、啊，你对我的问题答好不好，我在料你同关，我赞成啊，啊但是我一说危机会大不降低，慎应对啊。我问你，真的有问题答嘛？就是危机会大不降低嘛？我我要很清楚讲，就是说，人家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时候，我们必须审慎应对，才没有危机。你没有，你太冲突的时候，才会有危机。针对的有问题答，我时间没有几分钟，你这样搞啊，实在是、喔。另外。 外界认为说，正值现在正在美国政权交接期间呢、啊，两岸会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我我想，我们审慎以对了，应该不会发生了。那我问的更直接，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军事的这种战争？会不会？呃，应该不至于了。好，那会不会他去对我们的东引或东亚群岛发动攻击的几率高不高？ 我我讲这一部分呢，是不是请军方来来回答？那他会不会对我们采行非军事上的悲格？我讲北京对台的那种非军事性的作为、政治性的作战、认知作战，他一直没有一天停止的啦。诸委，其实哦，大家在这里交换国事交易见的，是其实你在打的时候啊，都不要打高空，打了高空，我我今天为什么要来给你咨询？ 我留我我在看报纸就好了，你们给我讲那个大大的大帽子，你针对问题嘛？好，在另外跟你讨教。今年台商过年回来会可能碰到哪些问题？我想这个疫情并没有减缓了哈，那但是每一年的春节加班机，那么这是都是既定的政策，但是今年因为有疫情的因素了，所以很多台商他不考虑说。 进来还是十四天嘛，然后他回去又是十四天嘛，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就我们侧面了解，台商回来意愿是有是有降低的。那至于春节加班机，我们要第一个要先看那个需求啊，第一个看需求，第二個呢要看疫情的发展哈、啊。那当然，国人回回家过年啊，这是我们呃这个传统习俗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尽量来加以协助。好，我也希望陆委会意为规划，让他能够。 相对的能够回来过年。另外，陈龙家到底政府欢不欢迎他来投案？跟委员报告啊、哦，政府的政策一定非常清楚啊、哦，他已经透过律师来表达了意愿了。所以现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啊、哦，要双方台港双方政府来谈，因为后续有很多事情，这个东西没有确立啊。哦 后续的审判可能没有办法去进行，所以我们一再呼吁港府要有一个责任感，跟我们坐下来谈，因为他有很多很多问题啊。这个没有先讲好，那后续就會走不下去。尤其你也知道，我们派驻香港代表已经多久没有去了？呃，一段蛮长的时间。多长？多久？但是我们有代理的呐、啊，有有代理。对，那代理是谁的代理？ 现在是外交部的人在带，对啊，那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说政府这种结果当然不乐见啊。对啊，所以当两民间我们政府坚持政府对这种谈，他等于是几乎可以确定了，陈同佳不可能来台湾投案，对不对？呃，我觉得不见，只要北只要香港方面能够起心动念转一下就可以啊。因为本来就有些机制在那里啊，要谈都有机制在那里啊，好。 另外就是你很清楚了，全球的供应链正在重组的过程当中，那台商也在这个这一波的整个供应链重组，那这个时候陆委会有没有看到我们台商在大陆经营面临的困境？台商在大陆经营面临困境，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了，哦，因为很多长江后浪推前浪。 没有技术转型，没有从传统的劳力密集慢慢没有去转型，都有，所以很多台商大大陆也有经营不善的，那甚至生意失败不敢回来的，那这是一直都有一个现象的存在。但是这一次的 COVID-19 之后，确实加速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呃重组，这一部分呢，我们呃非常的关注。那关注能不能给予他任何的协助？不是只有关注啊。 那有些回来，政府很早已经就投资台湾方案就出来了嘛，是吧？那但是有些它的市场如果在大陆是短链的话，当然它会继续在那里发展，然后产业上去升级嘛，对吧？主席，最后奉劝你，因为很多委员，尤其是会内政委员会的委员，一定有特别的事情才请教你，是等了个早上才咨询，那、啊、你每次达人都高空。 不，我还我还要你还要你咨询干嘛？还要问你答学教？我自己讲自己问就好。就像刚刚，管碧玲自己自己问自己答就好了。我看他逼的比比的还完整。希望啊，謝謝大家哦、喔，就是说你不要那些空空洞洞，我觉得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谢谢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好，感谢。接下来请林奕华委员，林奕华委员，林奕华委员不在。接下来请洪孟凯委员发言。 主席，谢谢。麻烦请我们陈明通主委，还有那个詹志宏詹副董事长。好，请主委詹副董事长上台备选啊，委员好。好，主委跟副董事长好哈。很多问题我就一一的请教哈。来，先请教海基会，我们在十二月一号会有新的董事会成立嘛？好，那目前代理董事长是许胜雄董事长。是。那他是在上个礼拜都还核定说在持续代理啊。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八月六号核定他代理，本来是到十一月三号啊。那三个月到了之后，又说要让他再持续代理。到目前为止没有征除或是呃没有找新的人选，还是代理。我可以请教说，主委或是副董事长这边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们研究过相关问题啊。嗯。呃，这个相关的法规是，呃，可以继续代理，没有问题。对。 继续代理他没有问题嘛，语法有据嘛，不然也不可能通<對>通过嘛。是是是是但是海基会的这个业务照理讲代理，大家都知道说是一时的嘛。重点还是我们要新任人选，不管是说增除也好，或者说新找人选也好。那当然这个权责可能跟因为两岸关系可能跟总统有相关嘛。只是我好奇的是說，说到目前为止三个月时间到了，还持续请许胜雄董事长代理，没有考虑增除他，也没有考虑新的人选。 还是说现在已经有新的人选在规划，只是不方便对外说明。不，我我们不要讲“真除”两个字啦。啊，人家是董事会推出来的啦。是，真除是你原来那个位置，然后聘任的感觉嘛，对不对？人家你要尊重董事会啦。好，所以我建议委员不要用“真除”两个字。媒体用“真除”啦。哦，这是用媒体建议媒体不要用这两个字。好，那建议大家媒体不要用。不过，董事那个主委或是副董事长，可不可以？ 说明一下，因为外界当然很关心嘛，尤其我们海基会最主要的业务是什么？海基会最主要业务，开宗明义，您的业务报告里面写嘛，主要业务是执行政府委托及授权办理事项嘛。对。所以现在都还是代理董事长，难免会让大家好奇，外界会质疑说，是不是现在的董事会或董事长没有得到我们政府的授权，以至于他只能用代理？ 所以现在有没有新的人选在讨论？还是说有可能十二月一号的时候，现在的代理董事长就会变正式的董事长？我想政府部门会呃积极来思考这个问题啦。哦，我相信一定积极思考啦。但万一主公现在有没有结果？一定跟委员报告有结果。所以什么时候结果会出来？有结果的时候会跟委员报告。呃，主位我请教一个技术性问题啦。 所以现在是代理期间嘛，十二月一号新的董事会成立嘛，所以是不是在十二月一号以前，正式的董事长就会确认？我我想政府基本上这个会呃积极来努力的哈，但是我們要对，法法令怎么规定啦、啊？十二月一号到了那个这个新的董事会要成立嘛，那法令怎么规定？是十二月一号就一定要？ 这个本席不了解了，所以请主席、主委或是副董事长这边、啊，还是可以代理啊，还是还是可以代理，还是可以代理。所以换句话讲，没有时间点，对、啊，没有时，间，就代理到新的董事长出来为止。那这样子，主委或副董事长可不可以请教？因为副董事长尤其为什么会特别请您上来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八月的时候讲说，您担任这个副董事长跟秘书长，最主要是因为你常年跟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事务，也是蔡英文总统的小学同学哦。媒体这边报道，也因此说。 您调整人事调整外放到海基会，代表蔡英文总统对海基会跟两岸事务推展有一定的期待吗？那现在为什么这四个诶、欸、这好几个月下来，您自己在这内部以及了解这个关系，到底目前还没有办法正式有个董事长出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好，我想呃谢谢委员，刚才委员所描述的那一段是呃部分的媒体。 他们这样的陈述，好、哦，谢谢他们的美言。但是，实质上，我参与两岸工作是三十年的这个这个时间。嗯，那我跟陈主委，我们也曾经很长时一段时间并肩作战过。对，好、哦。那对于海基会的业务的分寸，我拿捏的我自己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们的预算六成以上是来自于陆委会，来自于贵院的支持。 我们的业务是他们授权有五十三项，因此我们在互动上面是会跟路尔会保持联系。啊、保持没有长，我都没有怀疑哈，<對>但是这<對>说实在，这个都是官方官样文章。我现在只是重点在于是啊，现在到底董事长还没有办法出现，最主要原因是什么？还是有没有可能突然间代理许代理董事长他会突然卸任，然后由您这边来接任？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 没有没有办法评论好，<哈>但是我们现在跟徐董事、徐代理董事长的互动非也都非常好，非常良好。好，本期还是本期还是提醒了哈，我想主委或是副董事长，<对>主主委，你应该就了解本席会询问这个意思，因为最主要海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单位，是的。是的而现在提到说主要业务执行政府的授权事项嘛。嗯 所以如果说一天没有没有确认这个新的人呃确定的人选，我想对整个海基会运作也都会人心惶惶啦，相相对比较浮动啦。会了，因为海基会成立也蛮久了。哦、好，来，我这个委托事项已经很，但是总是确认就是<來>真真，不要说用真除了，但是确定嘛会比较好。好，来，主委员再请教，您这边第三页的报告口头报告里面有讲是说这个港台服务交流办事处<對>哦办公室从七月营运到十月接获一千六百通啊、哦。 一般六百多通了、啊，一千六百多通。对，那是不是最近就比较趋缓了，对不对？是有比较缓一点。对，因为本时有查资料哦、喔，刚成立的时候九天内媒体报道，九天内就有七百多通。是。那你说到十月底才一千六百多通，所以换句话讲是说，从八月、九月、十月仅增加不到九百通啊。那换言之，这个比例上来讲，就变成是说，是不是当初的时候大家觉得一头热，然后很。 这个很多人打电话来，但后来就比较没有，因为他们了解说我们整体的那个香港啊,啊，不管是在形势变迁之后啊，投资就业，我们有一套整套东西要出来嘛，來是，所以这个这个出来以后，那大家就可以了解，这哦，询问的慢慢知道政府背后有一套的作为要要出来，所以询问就比较少了。是，哎，诸位，我就直接请教哈，<對>因为当初成立的时候。 这个我看到新闻资料也讲是说，这跟我们港澳处是这个由处长这边代理嘛，现在主主任嘛，是不是主任还是现在处长？我们加分处长还是现在主任嘛，对不对？<對對 S 1> 那当时就讲说，港澳处原本的业务包括说第二科其实就有居民联系跟接待的相关业务嘛。那我这边又看到是说，我们这个办公室提供就学、就业、投资、创业跟居移民定居等咨询跟协助，所以换言之。 这跟我们原本港澳处所提供的业务有什么不同？哦，基本上我们要把这个衔接到后端，还有各部会啊、嗯哦，因为现在以前港澳处没有办法衔接后端跟各部会。因为现在有新的政策要出来啊，哦，包括怎么样放宽那个专业人士来、哦、嗯，呃，那么。 还有这个投资，还有这个就急，<嗎>这些都、都、都有。所以，但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现在的主任也还是由港澳处处长来兼任嘛？那外界当时只也、呃、存疑了不要讲质疑，<對>存疑就是我们挂了一个牌，<對>可是业务范围、人员、预算编列都没有超出我们原本有的港澳处的业务范围。 所以换言之，大家会觉得是说两套两个招牌，但是同一个人马，那是不是业务其实都是做一样的事物没有增加人道援助哦，增到人道援助。好，那我再请教诸位，有没有统计七月到现在这段期间有多少协助了多少香港的移民过来台湾移民？呃，因为一些人道援助哦，我不不便透露了。我不讲人道援助，我讲数字。 真的不便不便透露数字怎么会不便透露？哦、那不便透露是没有掌握还是不知？啊、不不不，说真的不便透露。不对 <laughs>。那,那,那所以今天我我没有要這個我没有要试图要询问这种机密业务，<的>但是我只请教七月到十月，哎、欸，到十月嘛吼，有没有统计现在有协助多少香港人士移民到台湾，增加了多少？还有居住在台湾哪边比较多？因为这应该是可以公开的资料吧？ 嗯，人道援助方面，因为人道援助哈，请请委员这个多多包涵，不便透露哈、欸哦。那一般一般来就学就业的 <所以 S 1> 啊，比如说招生，我现在没有讨论争议的人呐、啊。啊、我觉得讲是说一般，我只了解说国人应该也很想了解。 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增加香港的移民过来？不用人道援助的部分，我就是正常的申请，我要来台湾移民也增加本席就提了。跟委员报告，就是、呃、增加百分之五，好<委>，诸位 <50, S 2> 本席就提哦、喔。<對>本席的这个选区淡海新市镇啊，<是>淡水啊，<對>其实最近就增加了很多的那个港式饮茶，或者是那个这个烧腊店。 哦，换言而且都很到地，那个口味都很到地。换言之，我们去询问他也请教那个老板，就是香港人。<是>所以我们也推估说，哇，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是来淡水这边来居住。所以这个部分本席不为难，但是请主委这边是不是可以统计一下，<是>掌握一下这个数字，<好>能提供的提供<實>给本席。掌握的很好，来最多的是新北市。 是啊，所以说我想要确认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有统计，甚至有人有要来造证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应该做的事情嘛，是，好吧，应该掌握的资料，好好？可以提供，请提供给本席办公室一份，可以吗？那个整体的那个呃那个方向了，好，有些就原谅哦不便提供，那有些可以提供了，好，可以提供，请提供给本席办公室，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好，接下来我们请罗明财委员。罗明财委员，罗明财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叶玉兰委员。叶玉兰委员，叶玉兰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钟嘉宾委员发言。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媒体记者的女士、先生，那有请陈主任委员和海基会的张副董事长，以及两个委会的经济处叶处长和经贸处的饶处长。好，我们请主委，请副董事长，请叶处长，请饶处长。 诸位好，副董事长好，来，诸位，啊、委我今天要来直接跟你请教一下。对，二零一六以来，中国政府各种的已读不回呀、啊，我们来看一看哈，非洲猪瘟啦、啊，包机啦、啊，两岸联系啦，阿张陆伟成天没事情做，阿、啊、就是每天喝茶看报纸吗？对有，啊、我们很忙啊，很忙哈。好了，我们看你忙什么呢？第一个，你们要提供台湾人民与中国交流事务之辅助服务嘛哈，这个部分可能已读不回就没办法啦。 那协助台湾的官方就是政府涉中业务的查核管制，这是不是持续进行？是啊，是没错啦，哈。好，那我们來看一下这个最热线的中资来台审查，如果会是不是要提供中国的相关情资？比如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73條》第七十三条，哎，这个大陆地区呢，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有投资的行为，对不对？好，然后呢，《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第條》第八条，哈，他得许可的业别项目，那如果呢？ 投资有下列情形得限制或禁止，已经投资经营的呢得撤销或废止。譬如说第二款，政治、社会、文化上有敏感性，或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那请问一下，影响国家安全，在政治上，新闻媒体是中止许可的项目吗？先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不能许可，完全不可以。 中资没有来投资媒体啊？没有投资媒体，<有>好。那投审会在审查的时候，入委會,会会提供给他们相关的中国资讯吗？他们如果不是新闻媒体，是其他的投资，你们会不会提供给？会会不会会了、啊，哈、啊。好，好好那我们來往下看。国安团队都有，不不是只有入委会還，<好>还有、啊。好，我们看一下哈。旺董买媒体啊？根据二零一一年的旺中国旺旺内部刊物《旺旺月刊》说，二零一零年蔡衍明跟那时候的国泰办主任，由现在的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提供到他们要来台湾发展媒体。往下看，中国旺旺呢，历年来营收从二零零八年他买下的中石集团之后，我们看到它的营收有初期上升，后来下降，利润呢也是一样。但是啊，中国政府对它的补助呢是一直持续在上升。十三年来，总共中国旺旺跟中国政府领取了四十一点八亿人民币。你看看那个圈圈，资料来源是香港证交所。再往下看。 那么最近，中国旺旺支付给中天的广告费用，根据他们的董事会报告，也是来自香港证交所的。二零一六年底，中国旺旺和中天签订了框架广告协议，简单的讲，台湾叫做开口契约啦，好，要买多少呢？往下看，中天的省造公听会当中，在中天呢，平均一零五年到一零八年税前的净利大概是一亿一千多万元呐，哈。好，那我们往下来看。 中国补助中天拿钱才能有盈余，为什么呢？你看，证香港证交所跟经济部商业司的工商登记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政府每年补助给中国旺旺一年一十八亿。这个中国旺旺控股呢是在开曼跟香港上市的，董事会主席是蔡衍明。然后呢，每年呢他的广告框架协议在去年是一点五亿，实际上只发生了一点一亿。简单讲，如果去年没有中国政府对中国旺旺对中天的广告钱啊一一点一亿元，中天是没有赚钱的。 你要知道，在 NCC 审议的时候，换照的时候有没有盈余是一个审议项目。简单讲，这样的媒体，你认为会不会受到中国政府影响？啊，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进入 NCC 在审议了。好，好，啊、所以你不必往这，CC, 好，<對>但是我们往下看。来，同样道理，这是一个蔡董的一个集团，他旗下的公司呢，对有这四个网络新闻媒体。但是你请问一下，你知道网络新闻媒体在我们政府机关有没有主管机关？有没有？你所知有没有？ 一直在因为讨论中，讨论简单讲就是没有主管机关了。好，再继续往下看。所以呢，同样的道理，中国补助中国电子网的拿钱拿多少呢？一样，从中国旺旺控股到广价广告框架协议，给他四千两百九十万。然后呢，这些东西财务往来可以看到资金，看得到嘛？对不对？那资金流通有没有？我们不晓得。我们是禁止他们投资台湾的新闻媒体。你觉得他们有没有投资台湾的这些网络平台？ 有没有查得到？查不到。我我想这部分都是委员关注的事情了、啊、哈。我们你们会协助调查，哦、如果有被要求的话。我想国安团队是一体的啦。好，這個、同样的关系，<安>这些都是来自香港证交所哈<是>。好，再往下看，旺旺传媒呢成立一个数位整合平台，他们的副总经理表示说，旺旺得的报纸、电视、网络、杂志，他们整合之下资源呢，旗下各新闻媒体、媒体新闻的实质成本会降低。怎么说呢？往下看。 一篇新闻，中时中天一起上。简单讲，中天拿相间接来自中国的补助一点一亿，中时呢电子报啊，他拿到了四千多万。他们一起做广告，成本还降低，所以实际的影响力绝对不止。所以我们合理的推论，来自中国的补助，让这个旺旺集团相关的网络跟媒体部分呢，成本降得很低。往下看，最后呢，我要讲了哈，这么庞大的媒体网络，主管机关分散。你刚刚说的没有主管机关，《中国时报》是文化部。 中天跟中视是 NCC，好，再往下看，来，美国政府认定外国代理人的关键因素，他很清楚说，不取决于该媒体的报道的准确性是不是假新闻，不是，也不在于他的表达的观点，而取决于他有没有意图要影响美国的公众或决策者。所以呢，美国国务院要求，因为 CGTN 要求记者报道中国观点，叫做中国政府的观点，所以美国国务院根据什么来审定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院怎么判断：第一，你的业务委托；第二，你的股权结构；第三，你的人事控制。所以，主委，你是不是同意美国国院是根据这个方式来判断那几家公司是足以认定为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可以，外国的相关法规规定可可以作为参考了，应该可以作为参考了。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这里很清楚来看的就是这个。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 结论，请教陆委会：有企业如果一方面透过子公司、孙公司来经营电视新闻节目、报纸，或者说没有主管机关的网络新闻媒体，一方面领中国政府的补助，定期的益助旗下的媒体，会不会成为我们国安的破口？就是他意图影响台湾的文化、政治跟社会，会不会？我想，北京对台统战、弃图影响，这一直一直存在的啦。是。 所以说，入委会有没有掌握？你们对于这个子公司、孙公司，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们入资禁止投资新闻媒体。所以当然中天账面上，NCC 查了半天完全没有中资，但是它上面的母公司、主公司呢，就很难讲了。NCC 我问过主委，他说我们不会查那个，没有得查，因为我刚引用的资料都来自哪里？香港证交所。香港证交所两位处长熟吗？熟不熟？不熟。 那陆委会你在干嘛？这些资讯都是我们在台湾透过证交所的公开资讯可以查得到的。陆委会有没有意义务要查这些资讯，提供给 NCC 看啊 n c c 拿着显微镜在看，們你们可以拿着要望远镜看嘛？我们会来加强努力的。你们加强努力，好，那我就要求你，陆委会会同经济部，是不是去修改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审可办法，将可能涉及到，尤其是网络新闻媒体，根本在目前的政府的定位。 根本不是禁止事项啊，因为他连媒体都不是嘛，是不是没有主管机关嘛？那这个就是一个破口，是不是要将这里面的营业跟投资行为纳入审查标的？诸位一句话，你觉得应不应该？哦，我想这个对于委员的提议，我们会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所以我最后哈，因、哦、为主席站起来了，请陆委会，因为你们是负责两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协助我们台湾的官方对于涉中业务往来的资讯协助，对不对？ 所以管制跟查核，你们有资讯，你们要提供。香港政要的资讯很难找到吗？有没有提供过给 NCC 过？有没有？没有吧。所以，请你们未来在这些相关的涉案涉中业务上呢，尽量的掌握、发挥入委会的权能，把这些港澳中相关的资讯，尤其是跟这些涉台业务有关的政府需要的审查标的，纳、嗯、入也提供资讯，好吗？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謝謝 好，感谢。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刘世芳刘委员发言。 谢谢啊，哎，谢谢主席，我可不可以请一下啊，陆、呃、委会的陈主委，还有啊、呃，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兼秘书长，好吗？好，我们请陈主委上台。主委，请跟你请告一下哈。<這> 啊、呃，我怎样令大家拢进行扣但是我要问一下，就是最近啊，你大概有知道说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啊、<是>越界到我们的金门跟连江两线来抽沙嘛？哈，<是>那我现在不问你抽沙这个呃的状况啊，是这个海巡署的功功能。我我想要问的，是跟国安有关的了哈，所以才直接要请教到你这边了。嗯、<哼>请教一下，中国抽沙船到我们金门跟马祖的沿海来抽沙，这个不是今年才发生的嘛？是不是行之有年的哈？齁<是>那请教一下。 陆委会或者是说啊、呃、海基会有没有因为中国大陆越界到我们台湾来，结果我们要求要来谈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说中国沿海的地方呢是禁止抽沙，所以就抽到我们这边来。请问我们有没有曾经发过这样子的声明或要求或宣告，告诉他说不能到我们的国土这边来处理这个？有还是没有？有，我们过去有透过海基会。 有透过海基会，那请教一下海基会的呃秘书长或副董事长，呃，那对岸有没有这样子的回应？不管是福建地方的国台办，或者是呃中央的中那中台办，有没有处理这个部分？我们两哎、欸，我们跟大陆的海协会曾经谈过这个议题，也就是那当时什么时候议议题有谈到可以谈，但是后来因为两两那个他们就不,不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谈过这个议题？ 哎、欸，应该在十几年前。十几年前，对，就表示主委，你那时候已经没没上任还是我不知道。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渔船，不管它是不是民工的组织，或是真的是叫做伪的、假的、假的渔民，嗯、其实是不是已经慢慢的在侵蚀我国的领土？啊，主委，来修贡献。是的，但是这样子了哈，金门还有连江是一回事，台湾滩是另外一回事。我跟委员报告台湾滩这个事情哈，那么。 呃、欸，我们有透过两岸共同会共同打击犯罪,犯罪還，还有透过海基会告诉对方，这不应该。然后我们会取缔，会把他抓起来，会把他拍卖船。啊，我们有通知他，让他们也没有反对，也没有抗议。都是已读不回，<以>或是但是他也没有反对，也没有抗议，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把他们。所以我们继续将越界的非法渔船来申请羁押，<對>甚至要扣留他的船只，是不是？还有拍卖。 来拍卖，啊、那请教一下，<是>请教一下，<是>这些是真愚公还是假愚公，有没有外面所说的是民工的性质？那抽沙船嘛，那个那个那抽沙不、啊、抽沙船的渔民啊，员工不一定，员工不不一定是有没有可能是人民解放军呢、啊？ 呃，这部分抱歉，我们没有没有不是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不在只有金门跟马祖的人民关心。<是>我知道两位立委也很关心，是但是他们的观点大概是在处理其他的部分。<是>我要处理是这是一个国安的问题。是，是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呃海岸线一直节节往后退，不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而是因为人为的破坏。 是，那既然是人为的破坏的话，我们要守土有责啊。那现在我们只针对他的越界非法渔船申请羁押，或者是拍卖了船，但是我们永远没有机会透过两岸打击呃犯罪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机会再跟他们谈判说你们不可以再到台湾来侵扰我们自己的海岸线，有还是没有？最近有没有？嗯，最近我就跟委员报告，向<是>台湾滩，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要逮捕要抓人，那、啊、他没有抗议这样子，所以我们照常逮捕。 照常抓人，好。<對>那请问，只要,業界只要过来就抓嘛？那你晓不晓得他们抽沙的沙，除了运回福建以外，我听说其实就是拿到南海诸岛去做填海造路。这个我没有掌握了。OK，如果他要到南海诸岛去填海造路的话，就是等同于帮忙他在扩张他的海权，以及对南海诸岛上面他们的一个主权上面的侵扰。<是>好，所以我要跟呃主委讲一下哈。好 有没有可能啊？跟我们的内政单位或是海巡单位，我们先把金门跟马祖的地方啊，已经损失掉了这些海滩做填海造陆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哈。因为在高雄曾经有崎经的海岸线退缩，现在沿海呃填海造路出来以后，它增加了二十到五十公尺这个长度，因为我们一直往后退嘛。你也有听到这个呃呃两位啊，这个金门跟马祖的委员也提到这个状况，那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土啊。 国土的延伸呢、啊，现在都已经被金门啊、呃，被这个中国的民兵或者中国的这个渔工的渔船抽杀干净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守呃这个守守护我们自己的本土上是有一个责任的。五扣零不？这个委员的这个嗯这个外域暑施工技术力行卖场，外施工就就这个战略或者说战术上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必须要把消失的国土再回土再回土回来回填回来，有没有可能？ 我想，委员这个这个提议是,不是很有很有创意的。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抽沙船，我不相信今天就截止，嗯、我也不相信今年就截止，它还会持续下去。嗯、他根本不用打一兵一卒，一刷力，给你丢给，给你丢给。我们自己这边，金门那边的人也会有这样的危害啊。现在抓抓到就把他那个那个沙就填回去了。我搞,搞，呵呵然后就、啊、我搞。那我说说，佩服委员这个这个提议很有创意啊。不是。 你你知道，你把回填的沙土回填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足了，叫做离岸前提啦。嗯,嗯，好，你一定要离岸前提，那个要不然沙会一直被海水掏空之类的。嗯嗯你的离岸前提前提足出来之后，可以确定说，我们自己在金门或者是呃连江两县，我们的国土的范围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再给我乱抽沙。 他如果要到公海的地方，那是他的事情啊。我们也许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管得到。但是这个要注意的部分就就是我为什么这样提，这个不是只有什么内政的问题，而是国安的问题。是。那既然国安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先围堵住他们，不要继续再侵犯我们的国土，让我们的呃国土一直一一点一滴的消失掉。那所以我们要维护它。那维护它大概不一定是陆委会本身可以做得到，可能要结合其他包括海巡或者是内政，或者甚至其他的单位才可能做得到。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陆委会不能如此的被动。十多年来，我们曾经已经反映过这个抽杀这么严重，而且他用的是其他的中国大陆自己在扩张他的海域、扩张他自己的领土的时候，结果那种点点啦，我觉得这样不对。好，所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陆委会或者海基会更积极来跟他们联系，不要再继续有这样侵扰我们的行为了？是的，阿阿内国啊。謝謝 这这这个我我刚刚提到委员这个很有很有创，而且我们会把它列为考虑，<對>好吗？对，好，好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再来，如果他的抽沙船哈到今年七月的时候还继续有嘞，海巡海巡告诉我们说，区里的抽沙船一共已经有两千九百八十八艘。我相信今年下半年，或者是说没有大的台风或者没有大的这个海象的时候，还是会继续有，因为中国大陆仍然禁止抽沙嘛。好，<對>那这个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启动我们的谈判？成只能加强取缔，没有任何谈判之道。他不会，没有任何可以跟他们要求的部分，也没有办法可以有其他的第三方案来处理。来，好像处长要回答一下是吗？来，这个过去呃跟陆方也有共同协同执法，那这个是呃他们业务机关其实过去都已经在。好。 那如果你们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部分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启动一下。那警政署或许有这样子的渠道，好、喔、或者管道，好、喔、可以共同打击犯罪，好吗？喔、好，好，谢谢好，继<謝>续加油，哈、喔，谢谢，坐下。接下来我们请陈椒华委员，陈椒华委员，陈教委,委员不在；李玉玲委员，李玉玲委员，李玉玲委员不在；陈以信委员，陈以信委员，陈以,以信委员不在。 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庄敬成委员、庄敬成委员、庄敬成委员成委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高嘉瑜高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是请陈主委。请陈主委上台。哎，委员好。主委，因为呃，中国的这个五中全会落幕哦，是不是确？ 定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习核心的领导地位，还有他会长期执政的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啊。所以习近平跟中国过去的这些所谓江泽民啊、胡锦涛最大不同在哪里？我想就是把那个任期延展了，本来都是两任嘛，五十年嘛。所以他已经迈入第三任，甚至二零三五的目标、啊。 二零二二才会进入第三任，他现在是第二任。对，然后目标就是要迈入第三任嘛，然后到这个二零三五的目标，很多人认为说他想要跟毛泽东一样，就是做到死为止。但是想要问主委的，就是说，嗯、如果以习近平这样子的个性，甚至他可以去打破中国过去这种接班制，然后独揽政权的作为的话，你怎么看说他现在的下一个阶段，他对台湾的政策到底是什么？因为在您的报告里面特别提到说。 它会加速以武逼和，还有金色触统，所以如果习近平的他的目标的设定是这样的话，对台湾来讲，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时刻？我们要怎么来应对我？我想跟委员报告，今天早上我一再讲的，就是说我们看他的这个脉络，要从二零一九年啊所谓习五条，啊,條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能看起，在胡锦涛时期有所谓胡六点。 胡六点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强力的要去触痛。 哦，基本上是相互。所以是不是这个臭统这个是习近平任内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他想要做的事情，他要做到。可是用什么方法来做到？可能是极度极端的方式，例如说他现在在中国所内部进行的权力斗争，或是未来对台湾的这些做法，可能都是非常极端的。可是现在在台湾内部呢，却不断的有人来唱和，就是说像马英九、像陈长文，不断的在近几。 天里面，不管是发文，不管是开这个研讨会，跟中国唱和，我们要接受九二共识。那也在一方面呼吁所谓的菜席会。那您认为这是炒作？但是近几天来这样子炒作的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马英九跟陈长文他们是自发性的行为，还是这背后是有什么样的目的？还是说是中共的这个也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才有这样子的呼声吗？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炒作蔡席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早上也一再跟很多委员讲哈，我们要看北京早一天办了所谓这个五周年的座谈会，这个刘节义的讲话三个重点，第一个定调五年前的所谓的马席会，其实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见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就把你矮化了。 哦，他什么平起平坐对等啊？人家不认为这样子，啊，人家定调，他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建立台湾地区的那个领导人嘛。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啊，没有你什么个表了哦。这个重新定调。第三个，统一是 given 的是既有的，和平统一是最佳方式，那一国两制最佳方案，他这个讲的很清楚，就统一了。所以他办这个。 马席会五周年就是律令的，他这个三个内容、三个原则，这个时候你还去搞蔡席会，那你你是不是投降嘛？对，五年前的我才在炒作嘛。五年前的马席会是在一个对等尊严的。 这个我从来不前提之下吗？來不,認不是來不認为。所以，在五年前的马习会，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是矮化的，我们是被矮化的。那所以今天马英九他在提所谓的九二共识跟他的马习会，您觉得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是觉得不管他什么目的了，就回到历史去了，放到历史档案去就好了了。那您觉得中国他现在希望蔡习会吗？ 中共希望蔡席会吗？我想这是这个马这批人在炒作了。他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这三个原则了嘛，那我们怎么可能去接受他这样的呢？所以在这三个原则之下所设定的，其实是一个矮化，甚至是一个呃所谓在一个统一的前提跟所谓的一国两制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这个三个条件下，无意投投降无意嘛。 好，那所以说，像如果说可预见的未来五年好了，您所谓的以武逼和，以涉促统，其实两岸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的状况嘛？如果在这样的情况，我的意思是我们是料敌从宽，哦，我们是料敌从宽，我们必须像二零一九的这个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我们在战略上第一个时间点就把它判断出来，然后我们、啊、我们同这巩、個、固国人，那给予强力的反击啊。 后来他们觉得他们是有点照进啊，因为中国现在内部也面临经济的问题，内、啊、需其实不断的在减少，还有消费力也萎缩。<對>那甚至中美关系开始恶化之后，<是>其实中国内部的挑战也很多。那在未来五年，您觉得中共它要面对内部挑战这样子的议题，或是经济的议题，会比较放在重心，还是说对于台湾问题的处理？ 将是一个呃转移焦点，或者是未来可能一个一个极端的一个做法，这个有可能会发生。我想我不去做这种联动了哦，最重要是是二零一九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十五条这个东西，它会继续往前推。 我们必须像当年那样子，在元旦的时候，总统就出来讲讲话定调，然后《十五条》一出来，三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把它反击回去，让他们觉得非常的错愕。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要料敌从宽，及早应应。那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的中美关系，应该会比川普上任任内的中美关系好，是这样吗？我想，你看你怎么定义什么叫好啦？啊、呃，我上回一再讲的啦，川普个人比较英雄主义啦。 但是拜登是打群架的，那打群架跟个人主义的话，要被北京来讲哪一个比较好应付？我相信他们内部都有在评估啊。好，那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台谍的问题，就是被中国这个。 呃，这个呃，敲锣打鼓，把一些其实台湾人过去可能只是学者的学术交流，也把它定位为是台碟甚至拿来做样板哦、喔。那面对这些问题，其实越来越多。那不知道说我们陆委会就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去应应我想很长久以来，我们都紧跟国人提醒，啊、呃，在大陆这个威权统治、极权统治之下，你在边就学就业都有风险。那 最近的这个四个案子，特别是进文这个案子，让很多南军的学界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些人過去我们国发所有很多学术交流到中国的机会。<是>那现在这样发生之后，这样的学术交流还会继续进行吗？那陆委会认为说，这样学术交流还有必要？或者现在已经不分男女都提高警觉了啦。但是还是持续在进行吗？因为现在可能越是青蓝的这些学者，或是 才有机会会过去，那反而被变成是样板，比我,啊、比我们更危险。那这些人是不是反而更容易成为样板，被视为是台谍呢？我我想这个最近那四个案子来讲，对对国人都很大的警醒，大家会审慎一点。那有因此而减少这个学术交流吗？目前，我想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大概基本上都是用用私信比较多。好，谢谢主席，谢谢诸位。謝謝主 接下来我们请江永昌委员，江永昌委员，江永昌委员不在；李德伟委员，李德伟委员，李德威委员不在；江启澄委员，江启澄委员，江启澄委员不在。好，今天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答询结束。委员叶玉兰、陈以信所提这个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 那这个本日会议这个委员所提咨询为其答复部分，疫情另以书面答复。那报告委员会哈，我们上午这个答询结束，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哈，我们休息三十分钟，我们下午一点四十五，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继续开会处理预算。现在休息。